街舞纪念节目在2021年推出 Street Women Vital， 掀起不少话题。在今年 Mnet 再推出 Be Ambitious， 有40位 solo 男舞者同台竞争，选出最终成员合组舞团 Ambitious 继续参与 Street Women Vital。其中宣美的御用舞者成名的车炫成，这一次也以 solo 舞者身份参加。先前出演《单身即地狱》后，因为人气爆红，成为选手们对决目标。更有舞者嘲讽他，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是享受跳舞的网红。完全，저분인플루언서인데댄서지만조금더셀럽에가까운춤을추는인플루언서라고해야정확하다고저는생각합니다댄서라고하면안될것같아요본인이생각했을때자격이없는사람들은안나왔으면좋겠어요车炫成在 freestyle 的时候突然脱掉上衣大露结实身材再以两次后空翻完美结束让全场气氛嗨到最高点